但是，所以菩萨为啥退菩萨心、退菩提心呢？他辞不了，没有善待，又没善知识启发，他退心、退转菩提心。但是，菩萨界是这样的，不受灾渴呀，受了是不能舍的了。比丘戒，我给受完了，我受不了，我持不了，我可以舍戒。菩萨戒不行，只能受不能舍的，它是劫数长远，不能长持。而且戒法呀很微妙，必须不退转心，容不舍三句境界，难行的能行，难做的能做。为什么初地菩萨说这些个戒，不是凡夫的事儿啊？因为戒定慧三学，戒学是根本。菩萨到登的时候是理，在法性的本体，必须戒保护法性清净。菩萨戒难行，容易破。难行，本来难行，所以破戒。在这无量戒法之中，必须证得法界，证得空义，才能完全清净了。空的，所以咱们经常说三千为义，八万系恨，要经过那很长的时间，说三千为义，八万系恨都不犯，一舍一受，一受永远不能舍，直到成佛。为什么呢？所以防疫戒法呀，就帮助你防疫，使敌人无法进入。就是你的妄想心呢，要想伤害你的法性的体，伤害不大。你看，有这些戒保佑。换句话说，菩萨起心动念的时候，起心动念的时候，他要时时防范。为什么菩萨要达到无念呢？无念当然就再不犯了。一起心贪心，说看见这个东西好，心里一起想得，犯了戒了。那我们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说这个，那我要想得在之中，或者我想些方法得到回去啊，那我把它拿起来，距离本处把它拿起来，离开这个殿就犯了。菩萨戒，你这心眼一动，犯了，你犯了这条了。但是菩萨要经常忏悔，菩萨戒受了没有再舍的，直至成佛。到什么什么戒忏究竟了呢？像观自在菩萨，照见五蕴皆空，依法不立，成就了，也没有破，也没有成，这叫法精密故，法无障碍故。对，起心动念，在菩萨的防疫防范他那一时，绝不胡思乱想，绝不起心动念。所以这就叫成就菩萨业，成就菩萨业。三种障碍，三呐、啊，三法障碍，你得到般若根本智。
离开般若的三垢，成就三种智慧。这些个，第一种以善巧方便向涅槃，对着你那些个障碍，什么障碍呢？心不入道，说心不在菩提道上，心不入道，这是一种障碍，要使你念头时时的在道。那以善巧方便，对于世间法不舍，不舍世间渐入佛道，说在世间法上一点不执着，不破世间相而行菩萨道，说在世间离世间，那得有善巧方便啊，成就世间了，成就世间的事业，而且是不违佛道，也不违背佛的教导。还要到想很多的助道方法，助道方法现我们经常用的拜忏呐，拜忏助道方法，读诵大乘啊，也是助道的方法。心呢，经常的对一切事物不生贪恋，观无常，观一切法无我，观一切法空，一切法不存在，思想长求，欲心薄药，把那贪欲的心呢渐渐的薄了，乃至消失。这个问题啊，咱们这是重说的，咱们在十回向，十回向讲回向是讲了三个多月啊，这回向的时候成就这些个，讲回向的时候把自己点点滴滴的善根回向佛，回向法，回向僧，加回向的力量，使咱们能够制足这些个障道因缘，把这个障道的降服了，把它自理清净了，那就能够成就了。咱们前头我讲是欢喜地，欢喜地呀，还都加很多功力呢。什么功力呢？就是以清净法，清净法对治它，对治它，让它消灭。这样呢，才能进入难住菩萨的欢喜地。是广修勤行一些善法，这些善法都是什么呢？信、欲、精进、方便。加信佛，加信法，信佛，这个信不是一般的，要真诚不懈，信而无疑了，达到从来再不怀疑佛，也不怀疑法，凡所说的法都能领纳。第二种是欲，欲是希望啊，信了之后就产生一种希望，希望什么？希望我们断烦恼，把烦恼断了就证到菩提果位了，希望我们的心清净，再没烦恼干扰了。财色名食睡，地狱五条根，这些个欲望
们都把它断除。闻到佛的法，昨天我跟大家讲了，闻到觉悟的方法，我们就照着这个方法去做，这个法就是佛法，佛就是觉悟，照这个方法就是达到觉悟，但是你得精进，懈懈怠怠的达不到。要不能够打死你的妄想，你的法身活不了的，是吧？打得妄想死，虚如法身活呀。你把妄想打死了，降服住了，你法身可就成就了。从你忍受，忍受什么呢？忍受世间苦。实际上不是平平静静的，就说每个人从有生以来要经过苦，好多苦难。你回顾一生，苦多呀，乐多呀，乐里头还是苦，看着很欢乐，完了就是苦就来了，苦多乐少。因此要想对治，以对治法对治这些个烦恼，你才能证菩提，你才能安住于菩萨欢喜地，是吧？佛子菩萨成就了悟是净智地法，名为安住菩萨欢喜地，就是你把这些个对治的这些个烦恼，你把它对治下去，你才能进入欢喜地。如果上来这些个你没对治，你进入不了欢喜地，是吧？在三贤位，就是实住实行实回向，就是修了很多的法门，都是安住于进入于菩萨地，就是究竟的欢喜地，就是将近成佛了。就是说我们要想进入地位，进入初地的地位，你得先得安住。安住什么呢？就这么前来所讲的，安住于法身。难住法身，法身是无相的，无分别的，不执着的，不束缚的，解脱自在的。如果有这些个烦恼还在的话，解脱不了，还是障着的。所以要想成就菩萨地，先得有净智，净智地前的这一些个烦恼，完了才会能安住菩萨欢喜地。在这个当中，应当是经常我们说讲修行啊，修怎么修行啊？好，第一个发愿，第二个修行，先发愿后修行。在发愿修行都得靠智慧，第一个先发心，就像我们说做个什么事业，你先要计划吧，筹划一下吧，说我们要想进入佛门，先要发心，所以凡夫将信佛要发心。发什么心呢？信、愿、行，发三心。第一个就是信，信，你先得信呢。这个信呢，不是向外了，不是向外头
信佛、信法、信僧、看寺庙那个信，不是，相信你自己，相信我们自己本有的心，不是现前这个虚妄心啊，本有的那个真心，真心跟佛无二无别，相信自己是毗卢遮那，毗卢遮那是法身，但是可不相，不是相信释迦牟尼啊，释迦牟尼佛是毗卢遮那的众，你这个现在的众跟释迦牟尼没办法，没办法结合的，是说你那心的本体跟毗卢遮那能结合，这是毗卢遮那所报化，你没有啊，那你必须歇到修修，得到法，得到法身了，才能感到报，有了报身了才能实现化，说出发心时候要发大心，大心什么大呢，相信自己跟毗卢遮那佛无二无别，相信自己的体啊，不是相，咱们这个相不是的，相信的体，这个体无相，广大入法界，究竟入虚空，这两话经文里头一会儿一说，一会儿一说，随时都在讲。一发菩提心想成佛，就是把我们的原来的那个心跟佛无二无别的心，把它障碍消灭，等于我们发现没有脏啊，不清洁，我们要洗衣服、洗脸、洗澡，跟那一样的。说发心要成佛，把你的烦恼，把那些障碍，你得把它先消失了。你不把它先消失，得不到的。梦参老和尚，1915年7月13日，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。1931年，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，一生学通显密，教通八宗，畅讲华严，力弘地藏，虽蒙雷泄之灾，33载，弘法心志未曾稍歇。于2017年11月27日，在大陆五台山安详示寂，享寿103岁。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，少龙佛种，缅怀风范，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，慈悯度众，利乐有情。认识中华国际诗食协会，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，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，为此慈悲置业成立中华国际施食协会，推广大乘佛教上供下施之慈悲法门，体认世尊施设此法之慈悲本怀，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，布施者亦得福，实为名扬两利之善行，修施食与烟供法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，不仅布施六道众生，可以增长布施者福禄寿财，生生世世福寿长，善根具足，也因为布施鬼道众生与众生结善缘，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，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事业有所注意。国际万场烟供，自2014年4月11日起，
至2010年4月23日中午止，海内外共303025场。不施蚂蚁、小鱼，自2005年5月21日起，至2010年4月23日止，海内外共12311次。慈悲置业云林观音讲堂举办八关斋戒礼拜药师宝忏暨护生，恭请慧泰和尚、广护法师共同主法，日期12月17日星期六，时间早上9点开始，地点云林观音讲堂，云林县虎尾镇新南里竹围60-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，洽询电话05-633-156505-633-1565，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。当日上午8点半，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陈真护生园义工，工作时间每月第四个星期日，工作内容除草、打扫环境。洽询电话06-2716-616或06-2716-612，06-2716-616或06-2716-612。洽询地点：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衣，共沐佛恩，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，量体温。请问方便与般若之间的分界线是什么？上师答道：善巧方便是巧妙且善于分辨，而般若是了知与见到实相。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而体验时，要运用善巧方便以辨识你自心的无生自性，其不由任何体性所组成的空性，同时以般若来知见心的无生自性，这是了悟无生空性与法性般若无二无别的要诀。请问入定与坐下之间的分界线是什么？上师答道：入定是将身与意安住于平等舍之中，让烦躁不安的注意力静下来，并稳住这份宁静。坐下是从禅定中起坐后，运用刚才所提的原则，并更加强化之。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而体验时，禅定时修一切事物离于坐意，有如虚空，而在四种日常活动中随后而至的体会当中，则修显相超越概念坐意，这就称作了悟禅定与坐下无二无别的要诀。
请问虚空与觉性之间的分界线是什么？上师答道，虚空是心的自性，即深度揭露的法性之清净本质，觉性是了知此一虚空就在你的内在。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而体验时，心的自性是清净且难以测度的。借由自明觉性而看见此法身，即是深度揭露的法性，安住在其延续之中，即称作是了悟虚空与觉性无二无别的要诀。错家，这至关重要的教言我授予你。请问诸法与法性之间的分界线是什么？上师答道，诸法是善的现象、不善的现象，以及不善不恶的现象，可以如此描述与指称的一切事物。法性是指诸法其本质皆空，自性为空，也空无性相。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而体验时，法性是了悟一切现象皆由等同空性的心中升起，这就称作了悟诸法与法性无二无别的要诀。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